大家好，今天洗衣服把水用完了，现在正在从地窖里面往这里面抽水，水很少啊，必须要从那个里面，然后水窖里面，然后抽，然后把这个管子接到那个出水口那里，往这个水桶里面让它进水。因为目前来说只有那一个水窖里面可以往这里面抽水。啊，你俩往那里一坐，以后厚衣服都穿不多了啊，有很多厚衣服都洗了，洗了以后装起来，然后穿个外套就行了，穿个秋衣，穿个外套，晚上稍微有一点冷的时候，如果阴天下雨，稍微保留一个厚一点的小棉袄，加绒的就行。现在是中午啊，今天是26度，抽了很多水了啊。这是我老婆在家里面搞的气球，因为我刚刚出去了哈，然后我老婆给我打电话问我什么时候回来，我说不一定，然后我老婆说你回来的时候提前通知我一声，然后我也没有通知啊，然后我老婆就在这里布置的这个气球啊，装饰啊，什么东西看。我老婆啊出去了，我一回家我老婆就出去了。哎呀，在吃 ，Hello， 在吃东西呢，那个扒拉手机呢。还买了一个打气筒。是啥？哦。这个东西，气球，这里面装的是气球，不是气球啊，就是这个字母。那个。因为前两天啊，我给我老婆。就是10000卢比啊，因为之前我老婆她也存的有钱，然后有钱，然后就是上一次我们就是搬家的时候啊，就是那个车费我老婆付的，然后把钱付完了。我给我老婆钱是因为有时候我出去啊不在家或者干什么事情，然后他们在家里面没有就是钱吃饭，然后就给我老婆留一点。然后我老婆今天中午就给我买了一个礼物，今天中午买了一个礼物，然后我估计我老婆是去买蛋糕了。看，这是我老婆给我买的蛋糕，刚刚我老婆出去就是买蛋糕去了啊。看这里能看到这儿一朵花啊，生日礼物我老婆已经送过了，还有蜡烛呢，去了，蜡烛在这里。啊，27。这样往这里一坐。
那个在床上面躺着，躺着玩手机呢。给。妈妈。内呀。妈妈。鼓起内。鼓起内，鼓起内。妈妈。婆婆，婆婆怎么这样？不能。能。卡通，卡通。卡通呢？那个说看动画片，这个说看电视剧，两个人。开始切蛋糕了。别壁虎。安吉拉高兴呢。巧克力蛋糕。还有我的名字。安吉拉。啊，粘到气球。等一下要切蛋糕了。嗯，安吉拉。盯着这里看。安吉拉刚才想抓，被我老婆。被我老婆吵了一顿啊，然后把手又伸过来了。哎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好不好？这个吃蛋糕呢，我丈母娘给他们几个小孩分蛋糕呢。这家伙非要这两朵花啊，然后他想要花，他也想要花，结果我丈母娘把两朵花全部给他了。啊老弟，哎呀，他跑了，现在跑了嘛，他家里的，跑了嘛，他家里的。给啊，给。我不想要，先准备来吧。来来来。木兰来了。木兰。啊。好了，今天视频就录制到这里，非常感谢大家收看视频，也非常感谢大家的支持。